花板的吊顶那里掉下来一条两米左右，粗大概有小腿粗的蟒蛇。这个蟒蛇躲在一张沙发底下，它并没有到处游走，然后去伤人。电话联系森林公安，森林公安到场之后就把那个蛇抓到了那个袋子里面带走，做进一步处理了。你说具体从哪里来源到哪里，有可能是野生的，在那里生活在那个夹层那里的都有可能，也有可能是旁边，因为有花鸟市场嘛，有可能有人养都不一定。零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